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我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一条啦 DSE 2014年嘅 Paper 2第36条嘅 MC 啦。嗱，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先望一望题目先啦。嗱，咁佢就话啦 ，if 嗰个 beta 啦 is a real number 系个实数嚟嘅，顶啦个 b 二次加四成嚿嘢 over。beta 加 2i， 咁究竟係等於乜嘢咧？乜東東嚴西聰啦，四個 option 俾你揀啦。嗱好啦，咁事不宜遲啦，先攞張單項紙出嚟抄題目先講啦。嗱條題目就係話叫你做beta 嘅二次啦，加四，再 over 翻，哇好核突啦，係啦，再 over 翻啦，就會係beta 再加 2i 啦。係嘛？咁如果你俾我做咧，即係呢個都好明顯係複數啦，咁嘅 number 嘅除啦，四則運算裏邊嘅除咯，係嘛？兩個複數相除啦。咁所以如果我係你咧，咁我就會將下邊嗰個分母咧就照抄，係啦。跟住之後攞支紅色筆出嚟啦，就同佢照抄，不過唱反調，加變減，減就變加。其余嘢照抄得唔得？嗱，我会咁样补落去。咁跟住之后咧，无端端喺下边乘多个红色嘅唔得噶嘛，系咪啊？咁所以上边嗰嚿嘢咧，你都照抄噶啦，就 beta 二次加四蓝色部分照抄。咁你咪喺上面乘翻嚿红色嘅部分咯。咁点解可以咁样啊？原因就系话，举个例啦，你两攞啲绿色笔啦，你两个约咗佢，系咪等于冇做过啊？都系剩翻蓝色嘅部分啦。咁但系点解要咁做啊？梗系有着数先至咁做噶啦，无中生有啊嘛，呢招叫做系嘛？咁当然啦，查翻个绿色，查咗佢啊，冇查 ，OK， 因为有用噶嘛。好啦，继续落啦。咁所以如果咁嘅情况咧，你俾我继续做落去咧，咁上边我继续保留啦，上边就系 beta 二次加四。嗱，我唔俾咁多卡拉你啦，费事扰乱你啦。咁我照抄红色部分啦。不過用翻藍色係啦，即係上面成個分子照抄。咁下邊係咩嚟嘅咧？如果你俾我繼續做落去啊，下邊咪 identity 恆等式咯，即係 a 加 b 乘 a 減 b， 咁咪就會係 a 二次減 b 二次咯，即係 beta 嘅二次啦，再減呢個 2i 成嚿嘢嘅二次係嘛？好啦，如果你咁樣再整落去嘅情況底下咧，好啦，咁即係上邊係 beta 二次加四啦，好啦。再乘以乜嘢啊？就會 beta 減 2i。好啦，咁而下邊啦，再拆嘅話啦，就會係 beta 嘅二次啦。好啦，再減乜嘢啊？好啦，就擺翻兩個綠色嘅箭嘴入去啦，係咪啊？就會係減二二餘四啦，係啦，就係4i 嘅。二次，嗱，希望你仲記得啦，呢個黃色部分 i 二次咧，哇，好核突，咁不如係啦，加過少少。嗱，呢個黃色部分 i 二次咧，其實係咩嚟嘅咧？其實我不如喺側邊寫俾你睇啦，好唔好啊？攞支綠色筆啦，好唔好啊？其實 i 係等於開放根負一，嗱，希望你仲記得啦。咁所以啦 ，i 二次咧，當然就係兩邊 take square 啦，即係負一咯，得唔得啊？咁啊，呢個我就係黃色部分想提你嘅嘢啦。咁不如我油咗佢俾你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自己揾翻咯喎，一定要知呢啲嘢啊。I 係等於開放根負一，咁所以 I 二次就係負一。OK， 嗱要知啊。咁所以其實下一步咧，你俾我再寫落去啦。咁即係上邊就照抄啦 ，beta 加四再乘以 beta 就哇好核突。就減 2i， 好啦，而下邊啦就 over 啲咩啊？就會係 beta 二次啦，再減四乘呢個係負一咯。好啦，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啦，最後寫靚佢啦。咁上邊就係 beta 二次加四啦，就再乘翻 beta 減 2i。好啦，而第一下啦，第一下呢個咧就會係。beta 二次負負得正啦，就加四。嗱，小心翼翼睇啦，我括起佢成嚿嘢，希望你睇到啦。咁今次你應該會睇到咧，就係話上邊又有 beta 二次加四，而下邊又有成嚿 beta 二次加四。咁當然就係兩個查咗佢啦。我攞支綠色筆同你查咗佢啦，得唔得 ？OK。咁所以最後答案咧都唔使用括弧噶啦。咁當然最後答案就係個 beta 就減
2i 咯，得唔得啊 ？OK， 咁呢个就终极答案啦。嗱，睇下有冇呢个答案咯 ，beta 减 2i， 咁啊一齐揾揾佢啦 ，beta 减 2i。OK， 见到啦，正确答案当然就系 A 啦。好，咁啊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别问题啦。OK， 嗱如果冇嘅话，今日到呢度噶啦噃。好啦，咁啊多谢大家今日嘅收睇啦。嗯，希望下次有缘嘅话，我哋再见啦。嗯，拜拜。